其实小资女孩穿很多会看起来头大身体小，没错，她的喇叭一不对，你就会看起来比例很奇怪。嗯、但她真的是刚才，然后后面，哎，没有人看一下坐后面的啦。而且穿上最美的鞋子是要露出一点后跟啊。对啊，然后裤腰头也很舒服，因为像这种很有曲线的裤子，一定会担心会穿起来不舒服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舒服到可以睡觉，真的。而且裤腰头的弹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个长度你看，宝妮是150公分，只要你家一定有老爹鞋啦，对，都不用改。我穿 S 号 ，S 号都有空间，都有弹性，所以你呢不用特别买大或是买小，它是可以外穿的裤子哦。然后你看它整个的包收效果，这一条裤子的喇叭好小好小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很难驾驭。我现在是穿厚底球鞋，我们都不需要拿去改。那如果你真的比较小资的话，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可能可以改个1-2公分，我只知道超瘦的哦，你千万不要离它而去哦。